问一下，本公主还满意吗？讲错了啦，是白女王，白女王，白女王，白女王。Sorry， 反正我小女儿就是这样。I don't care。删你的，删你的，删你的，删你的。小师妹徐老三呛 K 笑海贝无奈回遗传你宝贝，你最近是不是都在家上网课？对啊。然后你是不是每天都跟我讲说，妈妈，我要你亲自煮饭给我吃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好吃。所以你觉得妈妈煮菜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嗯。小小日前受疫情影响改在家上课，所以 IPSS 改成国际厨娘在家忙下厨。哇！你是不是很爱我，爱到不行啊？讲真的，在你吃这一口之前，你可不可以先献唱一首歌？不要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你在唱嘛？你明明就是爱我爱到不行的。而且你看我们全家人那么多，有爸爸、阿嬷，你偏就是要我煮。你爸爸不在。你爸爸不在。爸爸也是有帮你煮早餐呐、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今天煮的咖喱饭，请问一下，本公主还满意吗？讲错了啦，是白女王，白女王，白女王，白女王。Sorry， 至少你有那个给你提升工资。请问一下，本女王今天的咖喱饭你还满意吗？嗯，满意啊。那玉米汤你喝了吗？没啊。你要不要喝一口？我又很烫哎、欸。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什么？谢谢。I love you。冬瓜、西瓜、哈密瓜，你是我的小傻瓜。对，哈密。我两百八十。月姐要看你的粉丝，有那么多黑粉都看不到吗？有黑粉，我就会立刻 block 他。看你的人数，你说多少？1000多。下的怎么这么低呀、啊？母后说的话一定要记得，做人一定要谦虚，对母亲一定要孝顺，要懂得尊重母亲。OK， 我想的话都是一样的。说踢笑，我是说真的。还有没有？妈妈还没。28、29、28拍，你要这么硬脾气，就硬到底吧。我也不知道你要硬到什么时候。反正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。I don't care。No， 我小时候非常乖。她的反应跟那个个性跟那个肢体啊、哦，跟她妈妈一个样。你是一个爸爸。Sorry， 明明你以后长得会有大鼻头，大鼻头。